动作整齐如一，法髓入心。台中慈济医院手语演绎，不论是两年多前或是现在，一样感动人心。演绎的过程中，那一份的一个法的滋润，那一份的一个对我们内心 DNA 的改变，那个你就会去对病人就有那一份的一个真正那个慈济的精神可以展现。上人与台中慈济医院团队温馨座谈，今年岁末祝福的手语金藏演绎令人印象深刻。医疗团队分享练习过程的收获。科内的同仁有时候不在同一个工作的环境，从在演绎当中拉近彼此的距离，然后再拉近跟上人的距离，只要自己不断的努力，催促自己一定要往前，要学更新的东西，然后做更好的事情。手语演绎之美来自于人人团结一心，能这么的和，那么整齐，那不就是天天吗？那不达刚向你合心啦，结果无法那样的协力。人生难得，上人期许大家，既然方向已经正确，对的事要把握时间去做，并将这样的精神传承下去。大爱新闻张国丹、廖学信台中报道。